我建筑师事务所于2009年11月30日减送修正后，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自局，本局需办理书面审查。该事务所于2010年3月2日提送修正版计划，经本局复合业医委员意见修正，续送本审议会审查。那这个是97年的公告的部分。那这个是2009年配合地级合并调整的公告。那这是地级地形图。那这个历史建筑，它的范围是在那个迪化街以及南京西路的交叉口，那范围很大，是整个蓝色部分。那这次提送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的是这个475D号，也就是南京西路245，门牌号码是245号的部分。那这是建物的照片。那这个与宁西府的这一块呢，就是这次的那个审查范围。那这个是建物内部的照片。那请那个申设单位这边做简报。好，来请林建筑师专来请做报告。好，以下就这个六款街杨氏电屋的这个25号来做一个说明。那这个案子，它主要是在这个塔城街进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街廓里头。那目前唯一还没有修复的，就是属这一栋25号。那它当时的这个登录理由，这个包括它是林本源家族六管街以及永乐町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那也包括它是建物可能是从日治时期的一直到战后的一个建筑构造。那六户的这个建物服务立面精美，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街面。那这个案子其实在102年就提送都市设计审议，那一直到103年啊，因应计划跟建筑执照都已经取得啊，也进行施工都审的5阶段勘验。那在这个建造的工期之下，这个工期期限已经到了，所以我们重提都审。那另外文化局要求再重新再提送这个修复再利用计划。那这个案子其实面积只有92米平方，那建筑物楼地板大概不到90平，是一个一砍一进落的一个街屋。那过去它有一个整个六管街一带的一个很丰厚的一个都市空间的一个发展，从清代开始一直到战后变成是一个步街的一个产业。那我们找到过去的这个土地，包括土地跟建物的这个变迁。土地最早的登记是在1908年的林祖寿，也就是林本源家族。那最早的这一户建物的登记时间是在战后1951年，是由林黄楼。那当时其实是3户，这个25一直到23、21，其实都是同一个所有权人。所以这个过去他的整个林本源家族的历史，一直到战后的民国1950年之后，陆续这个产权就变迁移转。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这个都市的一个变迁航照图，可以看得出来，它过去其实总共有5户，它的这个建筑物屋顶其实都是一个倒吞楼，就是它其实上是4层楼。那建物的产权登记也是可以佐证它是4层楼的一个构造。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相关历史的建筑物格局的考证，它总共是三坎其实上是相连的。那过去其实他们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的楼梯，还有这个共同的阳台进出。那以前是有一个退缩的一个露台，我们称作倒吞楼的一个构造。那过去每一户它其实上有自己的室内的楼梯。那后来这个产权移转之后，所有权的这个都进行了分割跟移转。那我们看到里头的现况，其实有非常多的痕迹跟残迹可以佐证，这在3户过去是一大户人家。那建筑的这个剖面的大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剖面图是4层楼，然后有一个前面跟后面退缩的一个倒吞楼的一个格局。那这个建筑物的藤本也可以佐证过去其实上是4层楼的一个规模。所以它其实是过去可能是在清代的时候是六管街的这个第二进，或是它也是在1910年这个世界改正之后，整个南京西路开辟之后，它的这个面向就做了转向。那开始台湾物业跟房地产的起源也有很重大的关系。那这个是建筑物的一个构造跟装饰的一个工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6栋它其实上有共同的一个水平规线，跟它的一些样式其实有相似。那
25到21，它的这个它的立面的这个纹饰啊，或者是颜色，其实上都是一致的。那这个是建筑当时设计阶段的一个现况。其实内部的楼梯都已经做了一些改设。所以从这个整个文字价值跟特色的评估，我们可以知道，在历史的部分，它是林本源家族六管街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那同时也包括台湾的纺织服务业跟房地产产业的起源有很重大的关系。那在艺术文化价值的部分，它的立面装饰简化，风格趋近Art Deco， 主要的这个采用绿色系的，跟当时的一个国防设施有关联。那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柱式，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装饰，那在这个科学文化价值的部分，建筑立面装饰是采用开模印花的工业制品的技术。那室内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铝塑线脚跟它的一些工艺的技术。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物靠背地基图相邻的这几栋全部都已经修复完成了，那有自己的这个使用执照。那未来我们这个再利用的部分也调查到这个街坡，它目前就是比较。再利用比较年轻化，有包括这个民宿啊，或者是一个酒吧。那未来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再利用，将是一个就是工作室住宅的一个概念，就是一楼一样是维持一个店铺，那二三楼跟阁楼的部分会是一个创意工作的一个群落。那我们借由这个楼梯间的跟这个过廊空间作为一个中介展示的一个空间，会把部分的一个历史放在这个地方展示。那这个是未来这个立面修复完之后，跟整个街廓其实上是一个一致协调的一个高度。那也包括骑楼的部分都延续这个顺平的方式处理。将来的一个动线，其实上里面会有这个除了原来的既有的楼梯之外，里面在三楼以上会新增一个通往阁楼的楼梯。那后面的露台我们提供作为一个设备空间的一个使用，让这个屋主还是有这个一些设施的一个必要性。那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修复经费大概是在1570万左右。工进的部分啊，经委员参考。那以上说明。好，谢谢。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请大家来填意见表。
稍等。有一位委员去三个钟头。好，本案有关历史建筑哈，六管街尾杨氏店屋啊，南京西路21、23、24、25、24、27、29、25号，南京西路25号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案，出席委员21位，那21位都同意啊，所以达到出席委员过半数。所以本案同意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通过，下一案。审议案七，大同区迪化街2段28号等16栋建物现场勘查结果审议案。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4条规定办理。办理情形一，本案是德基建筑师事务所于2019年11月20日等于收款日为2019年12月1日，依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第3条规定，还询本市大同区桥北段3小段885进号等28米土地，范围内建物是否涉及文字议题？经检视基地范围内16栋建物，并非本市已公告的文化资产暂定古迹或列车追踪建物，为查列表栋别6、7建物，大同区迪化街2段34、36号。方和北路2段21巷3号、5号，依据文化资产价值潜力，本局依文资法第14条规定办理现场勘查。本局于2019年12月30日邀请文资委员李富奎委员等3位委员办理本市大同区迪化街2段34、36号，方和北路2段21巷3号、5号现场勘查及审查会议。结论：3位出席委员一致建议，本案建物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原建物予以列册追踪。应该区建物属同一历史脉络，未谨慎起见，本局将邀请委员办理所询范围大同区桥北段3小段885地号等28笔土地第二次现场勘查及审查会议。本局110年3月4日邀请文资委员、薛行委员等3位委员办理本市大同区桥北段3小段885地号等28笔土地范围内建物现场勘查及审查会议。结论一，3位委员均建议动别1至5、8至16建物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不予列册追踪；动别6、7建物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解除列册。二、综上，因两次会勘结果有所相异，且110年3月4日会勘现场确认，动别6、7环河北路2段21巷3号、5号建物现况与前次会勘不同，本案提送本审议会审议。这是两次会勘委员的意见摘要，请委员参阅。那这是本案的那个位置图，那它的使用分区图黑色框式的是本案的范围，那这地级地形图是本案的16栋建物的分布位置，那这是现场勘查照片，是栋别1、栋别2，然后栋别3、栋别4、栋别5，然后这是栋别6第一次现场会勘的照片，包含内部、外部跟那个立面照片。然后是栋别7的照片，然后这是栋别6、栋别7，就是两次会勘差异的照片。那这是栋别8、栋别9、栋别10、栋别11、栋别12、13，然后14、15、16。本案提起本审议会审查，并依审查决议办理后续。以上。好，谢谢。那本案来出席的比较多哈，
那我们就依序哈，依序来请各位来发言。第一位是德基建筑师事务所，是建筑师吗？好，请各位委员。跟这个我们如果列为这个主机或利建的这个它的一个平衡点啊，做个说明。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主要被列考虑列为评定为这个利建的是在33号两间。那这两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有应该有一张图，它刚好是在我们这个基地的正中央，把一刀切开，那长条形的横跨两边。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目前的规划是规划22层，然后我们四周都退缩了6米的人行步道。所以我们会呈现这一区未来跟上面那块已经在进行都更的会连成一气哈，改善这边的一个区域的环境。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列为古迹，当然是不是列为古迹，我们尊重专业委员的意见。只是说我们去考虑平衡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只有两栋在这个基地中间，而且这个区域目前其他的周边并没有，应该并没有被考虑列为利建或古迹，所以我们这很小的两栋掺杂在这个住宅区里面，它是不是有那么大的保存的价值去平衡我们这一区？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整体开发，那我们基地会分割成两块，那使得我们人行道退缩，跟我们将来的未来规划，可能对这个环境的一个整合性就会变得打一个很大的效益哦，对整个环境的退缩空地也保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请委员做一个评估，就是说它是不是利建？如果是的话，当然征求委员的意见。尊重，但去平衡说我们在改建之后它产生的一个损害，那这两件利益之间去做一个定夺，谢谢。好，第二位是苏村的代表人罗小姐是吧？好，请。各位大家好，我是34号、36号列车的邻居。那因为呢，他们这一栋房子里面已经残破不堪了，所以呢，树根呢都长到我家里面了，所以导致我家现在一楼不能居住。然后我父母亲呢已经86岁了，一个80岁，一个86岁，然后行动不便，需要撑拐杖，所以呢，造成就是说我们呢只能够委屈的跟他，我跟他还有父母亲3个人呢住在2楼，所以呢每天上上下下不便，不管是倒垃圾或者是说。虫草杂生这些问题呢，都造成我们生活上很大的不方便。那另外呢，我是想要说，第一次来会刊的时候呢，因为文化局呢，就是他就是看了这整个区了以后，他就挑了2个觉得看起来像古迹的房子做的第一次会刊，其他的局处呢，他并没有出席。然后第一次会刊的内容呢，也没有我们地主发言，所以呢，就擅自的做出了一个会议的列车。那这样子，这个行政瑕疵是不是有斟酌的必要？那第二个就是说，民国94年呢，马政府时代呢，他就已经将我们这个工化地区列为这个40几个老旧的968坪的工化地区。那到107年的时候，又重新更新了一些条款，跟增加一些奖励，鼓励我们市民呢重建家园，改善我们的环境。那我想要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文化局，就是说迪化街大道城古迹有10连栋，然后跟我们这个基地呢就隔了一个台北桥，就300公尺，为什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人来这边拍片或是做什么，然后这十几年来文化局一直都没有来勘察列车？那我们经过了里程营造，然后送了都更处，那个时候都更处也没有表明说这里有古迹，然后还收了我们的件。那柯世甫上任之后呢，里程倒闭，我们呢又费了7、8年的时间整合到现在，好不容易呢我们已经要送件了，那我的父母亲也很高兴，一直在等待。那现在呢，文化局要列册，导致我们的都更进度拖延，我们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请问要如何计算？那万一呢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那么请问有哪一个单位可以来负责？我们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未来可以请柯市长来说明一下？那这个事情呢，我希望呢，
那个文化局的官员还有这个文资委员呢，能够就我们的现状去做实际上的考量，而且体会我们人民居住在这个贫民窟的苦楚，希望能够尽快做出不列策的决议，让我们早日能够脱离这个贫民区，重建我们的家园。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陈怡子的代表，是陈先生吗？陈小姐。好，陈小姐，好，请。你好，我是那个陈怡子的女儿哈。昨天我妈妈特别交代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来带她来表达一下。因为其实呢，我们是第十三栋，您刚刚看到了外面呢有一个铁皮呢，把他们门都做起来了。这个呢，我从小呢是在这边长大的。我一直到二十几岁我们才搬出去，以前呢我们通常都是外面在下大雨，我们里面呢都是用脸盆在接水，而且我父母呢三番五次呢都找人家要来抓漏，那个屋顶的漏你知道老师傅很难请来了还抓不到漏，其实我们很痛苦的。然后我们洗澡呢是没有淋浴间的，马桶也是化粪池式的，那边其实是蟑螂啊苍蝇啊都是满天飞的，我们生活中是很不便的。所以在二十年前呢，我跟我父母呢就搬出去了，我们租在外面租房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锁那个门也不好锁了，那个窗户呢也没办法关。我们呢还有经过这几次的地震呢，它的梁柱根本都已经垮了，整个那个屋顶也都不见了。可是呢，在十六七年前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十六七年前，在那个大爱电视台，邓安宁有指导两部戏，一个《四重奏》，一个《草山春晖》。这两部戏的主角的拍摄地就是我家，我们那时候无偿借给他，那时候房子还堪可以拍戏用，可是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不来看呢？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列为是古迹呢？我实在是觉得，后来拍完摄以后就开始房子就一直倒塌，一直倒塌，一直倒塌了，然后我们现在都回不去，然后那个草呢，它已经变成长成大树了。我也很苦恼，因为那个树它锯掉了，它拖不出来。因为以前那个房子呢，中间有一个走廊，那个树长得比走廊还要宽，所以只能够锯，没有办法连根拔除。那我也在担心说，这个树呢，要是长得很高，把人家给压倒了，或者是把人家隔壁呢邻居给砸伤了，那我要怎么负责？所以我们才去把那个铁笼给做起来了。然后每年台风前呢，都要请人家去锯树，所以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安全考虑。还有那个环境真的是，各位委员去看过就知道了，真的是在天龙国的一个角落，那个地方真是一个毒瘤，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所以其实呢，我们呢在那边长大的，我们现在都迈入儿孙之年了，我们的父母更是期待，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再等待了。我们希望各位委员呢，你们能够用整块基地去考量一下，让我的爸爸妈妈呢能够跟我弟弟能够回去住，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陈锦章先生。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今年已经72岁了。我是1949年出生在迪化街2段36号。我是土生土长的，从小看到迪化街的兴盛繁荣，结果到今天衰败、落后，而且。人搬的搬，走的走，从迪化街1段到迪化街2段，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委员有去看，你们心里不知道作何感想。台北市还有这种地方？没有疫情的时候，经常有导览团带着观光团从迪化街1段一直走到我们那边2段。到了2段，尤其一些日本旅客、韩国旅客。看了都很讶异的眼光，他们心里不知道怎么想。有一次我就问导游，他们讲日本话，我问导游说：“哎，杜威，你不能搞笑没？”导游说：“苦笑，用台北市竟然还有这种地方，而且我们的痛也是台北市的痛，也是台湾的痛。”我在这么进步一个台北市，竟然还有那种地方，我坦白跟你讲，那个猫比那个老鼠比猫还大，家里边中庭长出来的树，比房子还高，
委员有去看，我没有乱讲，你们都有拍照。所以今天站在升斗小民的立场，你们应该想一想，整合这么多年，十年前